贾静雯近期演出台剧《此时此刻》，早前为了戏剧接受媒体访问，没想到访问片段竟意外在路网引起热烈讨论。只见影片中有一道灯光直接聚焦在贾静雯脸上，面对强烈打光，贾静雯仅看起来妆感明显，但她脸上竟没什么皱纹，状态保持超好，完全看不出已经49岁。画面曝光后，让路网友惊讶表示，这个灯光够死亡了。贾静雯快50岁，居然没有法令纹，羡慕哭了。虽然有瑕疵，但是好看又真实。不到50岁能有这个状态，我得笑死，太有气质了。留言都是满满赞美声啊。Thank you.